小时候在电视机里常常看到的人物角色，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配色。大家有没有办法光看颜色就能猜出角色名称或卡通名字呢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小编其中一个童年卡通的配色，看看有没有人能猜到是什么卡通名称哟。就是飞天小女警，以其中的角色花花为概念做出来的印象画，大家也可以用喜欢的角色配色来作画哦。